这玩意儿挺危险，真不知道生命危险这玩意儿。啊，沈阳人过去也不是大脾气，这咋的了？几天没见这样了呢？哎，我看看啊，还得找。来，这好滑不？好滑。教教我呗。行啊。啊？行啊。你基本步伐啥样？这样吗？啊，这样。关键我没你这鞋。啊，我给你脱下来就行。来，你借我穿这鞋来。你多大鞋啊？我三六三三没事，我就三六脚。啊？肯定下说三六脚。得别摔了，能摔了不？能。这个啊，这我不能穿一只，咱俩一人一只咋滑呀？哈哈，小宝贝儿，来吧，哈哈，我可找了你亲人，哎，抱。哈哈，喜鹊，黑子，我找着了。说吧，什么任务？这能，小鼠说的挺像的。恭喜郑华老师！哎呀，太辛苦了。我不知道见着你面，我是哭还是乐好。哎，这个是我们这个宝宝手里的线索，对不对？啊、您来，我还没看呢。嗯。您今天的任务就是这个，给我们镜头看一眼，是什么呢？哎，当一天临时爸爸，您怎么这么开心呢？我这么多年净装孙子了，我今天也当回爹。哎，那我们的小琪琪，你今天需要这个临时爸爸来干嘛？来做些什么？今天老师找你。你们老师找我啊？对呀，这一听这事儿是不是一拘灵？我就怕这事儿。为什么？就我那亲儿子，我啊，怎么了？那老师三天两头找我，那为什么？反正都是女学生家长告诉他了。啊，女学生家长告诉他。那琪琪你几岁？8岁。8岁啊，那你放心，这个问题应该不会有。只要不是这方面的问题，什么样的老师我都能对付。走。好，走。